我的考量吧，先我们先把一些是我们现在该还的刚还的再还一还。你知道我吃个教条，我昨天忽然很想玩刺客教条，我忍住了。而且刺客教条不是要出新的，我们可以从最新慢慢往回玩。啊，我现在冲他小，干我好我好我好无助、哦，我不知道我现在干嘛、欸。任务是哪一个？啊，这是什么？哦，我真的太久没玩了，我的天哪、啊！干，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到底在干嘛？我是谁？这里是哪里？克劳德是谁？那个女人是谁？应该是我妹吧。哎，嗨，老头。啊，惨了！啊 ，shit， 这是新任务。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嗯，我有点缺钱，我可能还是要接一些任务。好，我知道，我想干嘛。嗨，小妹妹，想不想要糖果、啊？哦，挑战箱子破坏王吗？不要。哎、欸，等下，就走。等下，他好像，他可以换哎、欸，他可以换一些。哎呦，他可以换药，我要。他是什么？在现实时间内破坏越多箱子越好。好 ，OK， 这我最会了。哇，这就那个啊，那什么，那个叫什么？破坏屋、哦啊。不好意思，这箱子太硬了。有一千五百分，有一千五百分，有一千五百分。啊 ！shit！ 哦，有了。哦，等一下。哎、欸，等一下，这边分数很高，里面竟然有一千五百分的，这么多个。等一下，我看到那边有个时钟，它应该是加时间，它应该是加时间。用技能，用技能哦，可以用技能是不是？等一下，技能怎么用？我自己打不过。哎哎，等一下，那里好像有还不错的东西。快把这个一千五百分切掉！妈的！一千五百分！哎、欸，我快没分，我快，哎、欸，我打掉啊，还可以吧？妈妈的！哎、欸，有了！好，差不多这样吧。我也不知道哎、欸，我要第八章，算后面还前面？没错，我中间停超久的，我中间停太久了。对。妈的！再一次，这一次最后一次，开了半小时，然后都在打箱子。啊！哎呦！我看到。要到三万分。注意哦。我不行，我不能进入门了，要减个肥。
骗你。过来，我想不到任何不过的理由。不要轻易立 flag 啊！等一下，有机会，有机会。哎，浪费时间，我刚浪费时间。不要立 flag， 不要立 flag。太人中害己笑是我，你们少看嘛，路边大叔。等过了，我就要回故乡跟我爱的人结婚。还要睡哦。各位注意，啊，轻松过了啦！啊，各位耶！来，我们花。剩下的时间来打他。哎呦，哇，我一个突破，超突破记录哎！想诅咒啊！哦，总算过了，好爽，哈！一起钻研，我才不要。啊你被千里敲了，是不是现在还在痛？没错。不是。啊。活力暴记者，听起来毫无活力。常常写贫民窟的坏话。哇，他讲话听起来就是很坏，听起来就是会写坏报的人。很有理想。哎呀，新闻记者都这样。有名的哟。スラムエンジェルはご機嫌でも泥棒は犯罪。喂，他说贫民窟天使就是那个爱丽丝。おまけに私記者そこで何でも屋さんに取材を。好。收集情报。哎，有版权。我觉得这是版权。舞台は恐ろしい。あらやだ。スラムエンジェル謎よね。刚才这个奶奶好黑哦，她长得好可怕。Oh my god， 这是啥小？这个奶奶，那奶奶好可怕。这张支线全解，爱丽丝最高档的衣服会到是什么？我还不解报。スラムエンジェルは俺たちの英雄だ。神羅の手下なんかに売れるか。哎呦，这有箱子。加速不要，可恶。真怀念。哎呦，那有个老人看起来可以讲话。嗨。スラムエンジェルは決して貧しい人だけ知って、もっと知りたいなら、米瑞伊婆婆。好，我们去找米瑞伊婆婆。买音乐哦，对好，我忘了。哇，爱丽丝最高档的衣服，这都是播放。哎。こんにちは。ミレイユさん、あ、他就是米瑞伊婆婆、靠呀。変わった。この人はミレイユさん。町のこと。我想说再要出去找。こっちはクラウド。结果他就在里面。他看起来好像那个、哦、FF 十五里面那个有一个女生，就是那个什么洗车、修车那一个女生老板，很老的版本。詳しいな。我最喜欢八卦，跟我一样。あいつの依頼は関係ない。おやおや、あんちょうどいい。说明是女生呢。取ってくるから待ってな。
あの記者と一緒に。あよ。記者と一緒に待ってな。悪いようにはしないで。ここは町内会の建物だよ。リーフハウスの。最高段防御力应该蛮高的。どうでした？ミレイユさん、わかる？ミレイユさん。ミレイユス听起来超容易なーに年寄りの気まぐれだ気が変わらないうちに教えてください新情報ってスラムエンジェルの目撃談ですかそれとも残した痕跡がいいえ奴らのアジトの情報さ好きや、次更加アジト裏道を進んだ先物見の高台ですけど別のかなりて交给我了。黑羽今晚有听杰伦新歌吗？没有哎、欸，哦，他有出新歌了，是不是？他看起来很像，拜托了，再一下子。好。来来来来，上上上！哎呀啊！好恶心，好恶心。啊！爱丽丝被缠上白白的东西。哇，他有点硬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不知道，我要先那个，我要先那个洞察。先知道。冰啊、哦、冰啊、哦、他有怕冰他有怕冰那个暴雪好痛好痛你呆了、啊、shit 等下我要怎么换了我忘记了等等等等救斗救斗我要怎么换人Magic 卡我要怎么换人、哦、我忘记了我要怎么换人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秋冬、哦、我要死了来来我要怎么换人哦十字剑啊高级治必杀高级治疗器换人换人妈的！しのげるか。我操我操！就走就走！哎哎！佛罗我烫。等一下，我怎么会因为这样？我是不是太烂了？私に任せて。又来！等一下哦。暴雪先干一只吧先干一只先干 A 哎看看看妈嘞百万治疗剂妈嘞高级治疗器来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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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shit 限界を超える3秒後クイロ中毒了可是我又没有我解毒器可以用吗看一下哦哦有了我有解毒器嘿嘿嘿我是不是又睡着了啊、哦
他中风了，高级治疗器。妇科怪物猎人，妇科怪物猎人风格。你看啊，哦 ，C 快死了，我先干 C。妈的！我去干他！妈，去死吧你！啊，盖就插我，鸡掰！他克劳德是不是快挂了？还是我们等他挂，我们再来复活他？算了，克劳德。哎，他感觉就是要……哇，我的妈！救走，救走！来，救走，救走！现在很危险。你要醒了没，大姐？他跟着我游玩的人去玩。哦，阿里斯死了，哑巴哑巴哑巴，然后暴雪暴雪。哎，他怎么都不怕？啊，哑巴哑巴，各位各位。各位，各位注意注意，各位注意，各位注意，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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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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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稳了稳了，啊，那边有椅子可以休息。哦，坟墓在这里。クラウドもお祈りした。俺はいい。報告に戻ろう。不解风情的男人。这里有椅子，长椅长椅。啊，这个怎么办？上楼。集中していく。哎哦。看看他讲他讲。洞察他什么用雷鼠是不是？哎呦，刚好我们的爱丽丝酱油哦。但那个是感觉不好的东西，可不可以啊？我没有雷鼠，击败现在可以换吗？不行。哈哈，連携しよう。交给你了。电他。眩しい。有点麻，有点麻，有点麻。哎呀哎呀哎呀！同学同学，冷静。啊，冷静冷静冷静，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呀？快离开烟雾范围！不好意思，这边都是烟雾。电他！哎，可以电他铁球。哦，算了。哎呀，那你是远距离啊，妈的！是吧？最周围发动大范围。电击，哔哩哔哩，好可爱啊！不要换，不要换，不要换，不要换。消え失せろ。これだ。被挡住了。哎，哑巴，哑巴，哑巴。来啊，来啊，来啊！游哥晚安哦。落ち着いていけ。はいはい。哎呦！给我吓坏我！不要打铁球，好的。
哎呦哎呦，也慢也慢，先撤先撤。哎呦，我感觉交给爱丽丝就可以了哦。好像可以哦。嘿嘿，等一下，九斗九斗，使用爱丽丝，使用十万伏特，爱丽丝使用十万伏特。高速斩击，试试看。啊！哇操！开玩笑，对，无色无色。开玩笑吧，嗯，复活。哎，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所以我就换人。克劳德，趁着点，换衣服。哎，我被麻痹了，我被麻痹了。一剑客，起来，起来！哎，啊，我被沉默了，击败。来啊！使用十万伏特。哎呦，妖修，吓死我了！哎，努力啊，师傅！お任せあれ。嘿嘿，第八章的直线都解了，没有问题。我现在刚好在第八章，还好你没有跟我讲。雷电，疗伤。私に任せて。そこから狙える。哎呦，各位注意。運を恨め。油断した。耶、yeah, ，赢了，比刚刚那个还轻松。貧しき人々へ援助もしな。スラムエンジェルの。打了我，请问这是真的宇哥吗？当然了。スラムエンジェルの予告状。哦。他には何もなさそうだ。戻って終了報告。哎、欸，对，我想要问一下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弹反怎么用？可以跟我讲他的操作吗？最近 YouTube 推荐你的狼人杀，看了其他 EP 时啊，对，狼人杀都没见，忘了，先宣传一下。我谁？算加防御哦，所以我主要是加防御，是不是？可以把武，可以黑羽可以把属性放武器加魔法师，物理攻击有加属性哦。等一下，我们再研究一下哈，这真的有点复杂。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克劳德了哈。哎，我们干脆去买魔石好了，顺便买一下。予告カードじゃないですか。
他激动了。へえ、これが有名な予告状かい。大発見です。他に手がかりは？おや？このカード、なんか書いてある。しつこき神羅の記者殿の絵。おびき出して少々痛い目に合わせるつもりでしたが、しかし次はどうなることやら。おい、スラムエンジェルか。竟然是呛那个记者。何でもやがいなければ、あんたはモンスターにやられてたってわけかい。悪かったね。情報通とか言われていい気になって。まあまあ、こうして失ったわけですから。これに懲りず、私にも新鮮なスラム情報を流してください。他被人讨厌。スラムエンジェルの予告が出たぞ。次はウォールマーケットのドン。残酷的平民户田，残酷天使。ドンは大物だ。これは大事件になるぞ。ちょっとその情報詳しく。報酬を取り損ねた。ほら、これを持っていきな。なに遠慮は。原来是2000块。盗んだんじゃないよ。感心したよ。さすが噂の何でも屋だ。想看直播就想睡，想睡就去睡啊！你们还是可以看那个直播记录。我要去买个。また世話になっちゃう。先生は俺のだから、これは俺の気持ち。お。綺麗にして。并没有，我并没有，我没有整理啊。ありがとう。女房の墓参りはこんな弱った足腰じゃどうに。そう思っていたところにあんたたちが来てくれた。もう自力では無理。女房にもちゃんと伝わったはずさ。そんな。墓地の鍵だ。モグヤに返してくれ。だが、私はもう。あんたが返してくれよ。報酬として5000もらう。5000？ 金。お前さんの助けはもう借りない。鍵は私が返しに行く。盖罗忽然生气了。嘆かわしい。これが神羅の世の末路。没有，克劳德是故意的。そろそろ帰ろっか。そんな時間か。クラウド、仕事受けすぎ。報酬が低すぎる。お試し期間でしょ？我慢さ。原来是试用期。哦，干，没有，没事。啊！救我！我就一直跑，我就一直跑，我就一直跑，我就一直跑。